拿出来。Sorry， 看你。料洒犯傻，现在没有犯傻。今天有点累。好吃魔芯，好久这么说，没真的那么好，原来是我也有饮料。我这个太忙还没啊。没化妆，我画眉毛跟口红，太累了。我没有刚醒，我跟你讲，我11点多就醒，我真的太累了。你要吃鸡块啊？鸡块，我吃鸡块真的很好吃。安吉，你在干嘛？买呀，什么的。最近也太忙，最近比较多事。眉毛果然是判断有没有化妆，可是我有画眉毛啊，我有画眉毛，可是我没有画，我画眉毛跟口红，可是我没有画这些东西。梦之 MV， 对啊，梦之 MV 超好看的，那个诗雅超美的。你要我咬过那块？没有那种，没有这种事。你在干嘛？
怎么可能画的有点疤？是我讲话，我觉得这样吧。我画的都是眉毛往上的。闪亮星运，对啊，红伟。以前还会弄鼻影，好像还是会啊，可是我今天真的太累了。八月公演，对，八月有线上票，然后是在三创。梦之河的我也是美，怎么这么适合不舍的表情？有吗？下播还有事。梦之河真的很好听，梦之河真的很好听，梦之河真的很好。要讲什么？洗衣机洗好了。范景，可以不要再拆家了吗？对啊，那个特效，那个消失的特效。恭喜，谢谢博成。好像没看到我有开口唱歌，我的怕比较少。然后那一天因为时间比较赶的关系，其实我没有拍到对嘴，所以比较少了。比较少我跟朵朵还有雨林的画面。主角啊，他不多谁要多，对吧？这个歌词写的超好的，人，谢谢 Joker。意境感觉不太好记，不会啊，其实蛮好记的。没办法去一直忙，你可以看线上。谢谢博成，不沾奖牌，对，我是不沾奖牌，偶尔会沾啦，偶尔非常偶尔。午安，阿强，这边是我的餐桌吗？不是。算是，他要干嘛都可以。
个草莓酱是不是先不用？我要上课了，金英。面具好重。以前都直接床上吃，床很软，舒服啊。其实我以前的家里也有餐桌啊，就是我的桌子啊，就有时候会坐在那边看看剧吃饭，其实也有啊，只是我待在床上播了。现在想睡的感觉是，70，因为越来越空间。用麻将桌，没有麻将桌。通常都播播就越来越嗨，看看那天聊的怎么样吧。摩斯鸡块薯条红茶，我喜欢摩斯鸡块。还有 Ruben 不要拍，加油，大家加油。红茶加橘子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吃红茶？我都吃鸡块，不吃没有啊。平常其实我应该说一般都点那个叫什么海洋珍珠堡。然后配鸡块，可是我今天不想吃饱，就点薯条跟鸡块。咀嚼肌状况不太好。嗯、说到 rumor， 新的演唱会没跳一下。如果诗雅会一起跳的话，应该。是可以的吧，可是没有诗雅、啊。不想吃饱，没有，不想吃海洋珍珠堡。因为年纪，不是因为年纪，好不好？跟年纪没有关系啦。就是咀嚼肌，可是不是牙齿问题。哎，瑞瑞，年轻人在当了麦香鱼，麦香鱼，不是麦香鱼还好。夏尔毕业演唱会不适合发表，我也觉得，就是毕竟是他的演唱会，他也可以决定啊。
一定是对啊。很多时候本来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要发，如果是我们要第一次表演这首歌给大家看，大家不觉得应该要在一个更适合的场合吗？而且我们也还没发单曲，发行。对啊，而且主角是诗雅。只是想看他跳一下，我们也很想，我们也很想看。教师雅练毒蜘蛛先，哎，毒蜘蛛？为什么是毒蜘蛛？反正探脚爬刚刚，今天探脊本喵会出现吗？啊，我不知道他跑去哪里，我要去找他。我今天吃摩斯，对不对？摩斯鸡块超爱。我去找探脊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探脊。一直心吗？一直爽，当然。想养一只猫可以抱抱。可以呀，心情不好抱抱，累累抱抱。哦哟，真真真真。对，脚脚怎么在这里？我抱一下，喵喵喵喵喵，很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是不是最可爱的？长得好好看的你，宝贝，喵，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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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围巾都收起来，哎呀，都是毛。
吃饭的背影，真可爱。很像马卡龙。好的 ，Cody。他现在是在吃饲料，旁边的是水碗。他现在那白色是饲料碗，蓝色是水碗。真好吃，吃饭装的太紧，超可爱的。他吃饭都坐着，超 Q。不用情报，不然要躺吃吗？有些猫可能就是站着吃啊。我是说他们的那种四只脚那种站着，不是真的两只脚站着。探吉都，哎，他就是吃完了。探吉，探吉，探吉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变成一坨。他吃一下下，以为跟我要站着吃，那就厉害了。番茄现在主要就吃饲料而已嘛，没有他有他现在还是会吃罐头加饲料，但是罐头我现在比较少，可能一天一餐而已，就比较想要他吃胖一点。因为我也其实不怕他水喝不够，他很爱喝水，所以就不会很担心。所以就不会每一餐都是罐头。你的包包里还有演唱会的纸花，哇！你还在 zip， 还在 zip。我在控制体重，妈妈估计他，我想他肉一点啊。还没吃午餐，不知道吃什么，要不要吃摩斯？跟我一样吃摩斯。还是你要吃？不知道哎。是吃鸡块吗？我喜欢摩斯鸡块啊，我已经吃饱了吗？差不多，还是要吃个麦当当，不过要吃现炸薯条，真的赞。我还没有点过现炸薯条耶。小恩小英，妈妈不可以再肉了。我衣服超多毛。对啊，
我喝什么？我喝，哎，我喝柚子冰茶。学高斯汀，这个好像是太阳的什么一些树脂之类的。没什么胃口，去吃饭啦！去吃摩斯块，把你选好摩斯鸡块。穿个 T 恤都那么奥妙，我也看不懂。太爱哭嘛！大家，我一直都很懂啊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吸爆。没有胃口是要减肥，是不是？真香，什么？好哟，阿兰，安静了，先吃根烟，小抽点好吗？尽管一直吃土，还是要看阿姐，每个人都在减肥。人家是什么麦当当吗？我帮助你减肥成功，我不知道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
我喝柚子冰茶，爱人。你要现在睡到四点去上班，好啊。上班够够，吴小姨，奶奶。手机声音就很大哦，有人一直在传讯息哦。现在满嘴吗？没有啊，用掉了。嗨，秋日红，谢谢樱桃猫，谢谢雨人。干大事！有说阿姐想借刘海发片，但没对啊，我没有借到刘海发片，可惜。拜拜，库玛。跟我聊天，其实不是，是他们在聊，只是我没有回而已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哈？怎么啦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可惜没见到，我也觉得很可惜。我有留过冰吗？没有。要是熊妹在约吃宵夜，现在下午两点在约宵夜。Oh my god！ 我要关提醒了。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那你要做点开心的事啊，可以订好一个地方，然后去玩，或是你可以去运动，或是做一些想尝试的事啊。去玩，对，可以去玩，多好，我都没时间出去玩，我好想出去玩。公演八月十一，八月十号先，我八月十，为什么我公演要，为什么公演要用发片，我才不要嘞。对啊，健身房也不错啊。下周几点开？哎，等一下，下周。说到这个，对耶，下周还不确定，还不确定。我，对耶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
该是二四，应该是二四，应该没意外的话。都在入门地，我们不是还没开始，我们一直都在练入门，好不好？8月2号，下礼拜应该是8月2号跟4号，对。没意外的话。24啦，没有6啦。对啊，2号、4号刚好礼拜2跟礼拜4，24对不对？怎么了，考迪？之前至少还有练一下才会，接下来应该入不停了吧？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练。真的蛮多的，真的，这样想想真的很多，有点可怕。6号刚好，对耶，7号刚好礼拜日耶，1号刚好礼拜1耶，对不对？还有我说周 2、周 4，但其实2、4也是周，对啊，凯，我刚刚有发现。既然已经要8月了，时间怎么过那么快？真的，怎么那么快？我怎么觉得我才刚过完生日？很多要练，代表你们可以好好期待。期待什么？我们不是有说要有新公演吗？有新公演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有什么？还有像 reset 公演啊，然后我们新单新公演，然后。也快要，我们也快迎来我们的4周年了。你看，这样想想，虽然可能现在都还不确定是什么时候，但这样想想，是不是很多东西要练？嗯，我刚过的是7月生日会，怎么样？不行不行，但我就觉得我才刚过我的生日，奇怪。
三段也是今年，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。Hello， 我回来了啦。对吧？是不是？不是这样想，越来越多东西要一起练。这么长，超热，不想剪了啦。我喜欢长头发，虽然我真的超怕热。那你就剪在公司网路，笑死。这是我的问题。忙碌，对啊，忙碌是好事啊。没事的忙，没事可以忙，就是会超担心。四周年要带几只扇子呢？四只怎么样？我是长发，我喜欢自己留长发啊，但别人要留什么不是我的事啊。我喜欢自己留长头发，我觉得我没有很适合短头发。嗨，那是倒是真的，女人，我不会有问题的，谢谢。所以你去吃饭了吗？头发这么长用不了平行，用不了肉肉那一种，肉肉那一种是要短头发的人才用得了的。平行的话，因为它两个，那因为它的头发其实就是这里两个包啊。可是我觉得用不出来不好看，因为我的头发太长又太多了，绑起来会很丑。四只扇子。我四肢还算健全，现在吃晚餐，怎么不是午餐？一份鸡块可以吃一个小时，慢慢吃嘛。刘海不知道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。你怎么睡不着？你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睡耶，小姨。今天过敏特别严重。对啊。其实我记得我上一阵子去用头发，然后我剪嘛，然后我其实那一次都觉得头发变很短了，但因为我之前是到腰，然后就是到肩胛骨，好像是肩胛骨，就觉得很短。吃过牛角吗？吃过啊，小颖。
今天一直chew很难受。有剪吗？完全没发现，就是有啦，有人有发现、欸，猫猫有发现、欸，超酷的。我们一起练舞，然后我想说，他、啊、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剪头发？”我说：“居然有发现，有名的凶器级长发，凶器级，最短到什么程度？最短哦，如果你要算我整个人生的话，大概就是到锁骨吧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小时候留过西瓜皮。”小时候，很小的时候，明天要去带你朋友抽普普。诶、欸，我以前蛮喜欢的，但越吃就越有时候上菜的东西不会上全部，然后会觉得好像就是可以会有更好，因为毕竟它是吃到饱，它是有单点啦，但它就是。可以试试看、啊，会发现可能是因为发现今天没有被头发鞭打才不是，好不好？西瓜皮的照片，小在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猫猫除了吃的，对于这种东西也是很敏感的。我没有小看他，我只是有点意外，说他居然会发现，他居然有在。关注我的头发，西瓜皮长怎样？就是妹妹头，然后到这里啊，齐的那种短发。他跟太子一样，觉得头发很好吃。谁？某某，有事吗？烧肉酱，烧肉酱。阿姐恭喜，哎、欸，恭喜什么什么吧？六单吗？有点突然，谢谢。你是说梦之河吗？哦，梦之河选拔哦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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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梦之河，谢谢谢谢梦之河，我真的超赞，记得去看 MV。小丸子那怎么好像差不多哎、欸，一直循环，赞哦、欸！先煮火鸡蛋，很太早了吧？突然想不起来有什么选拔，我最先想到的是六单。下次可以借个假发来复刻一下吗？你说西瓜皮吗？我才不要嘞，不要。
而且忙到自己有选拔什么都忘了，忘了忘了。双马尾跟西瓜皮勾选一个，我才不要呢！世界上不是只有这两种头发？奇怪，不要。可以给碳吉挂西瓜皮，很好笑，感觉就很好笑。她不适合，她是小公主哎，她是爱漂亮小公主。狗狗的那一幕超 Q 的，我们围着它，然后那只狗狗就直接就走到它旁边，然后它就坐下，真的超像公主，那一幕真的是超猛。不走，对啊，就叫怎么叫他都不走，然后最后是工作人员把他就是拖走，就是把他就是拿把他领走，怎么讲？就是进去把他这样，就走咯走咯这样子，他才愿意走。吃下有哦，有可能有酷皮的味道，有可能。怎么可以走？玫瑰怪怎么可以走呢？拖走不算拖走啦，就是拍拍他的那个背，这样走呢走呢这样。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呀、啊！诗雅怎么是同类？应该是他身上有 cookie 的味道吧？开始发台湾，开始追踪我什么意思？按到吗？为什么？好好笑哦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不去粘果果 ？Bruno 不香吗？可能 Bruno 味道不够重。没有一个官方的那个 IG， 没事，当没说吧。唱如门，笑死！没事，白痴。不要在那边恭喜，我这白痴哦，你们很无聊。但是无所不在，哪有？最无所不在的是一家吧，一家超猛。
只有几个鸡块？就一份鸡块啊。一家怎么了？没有说他才是最会业配那个，无所不在，根本是云芳一家。竟然还是素甲，还没找到新的女甲师，还没耶，小姨，还在寻找当中。素甲，谢瑞瑞。看了重播才发现契约之后那段大家是分批探头，对啊，我们是分批的，好可爱吧阿凯，发票同时中700，五六月吗？五六月我昨天看了完全200都没有，真伤心，恭喜你瑞瑞，我买一份鸡块啊，今年夏天就先给他素素的吧，不要，如果我找到了我就要去做了，五个鸡块，我不确定耶，伯承。小小确幸，赞啦，700块，对不对？现在应该是我领你最近的手，虽然我没在看你，但我有看到你啊。共孤节。手残一直打错字，没事的。叫外送我也有中过，我自己刚刚才吃的还不确定，我又不是先吃了才，我不是先数了才吃，奇怪，我也不是只有吃几块啊，奇怪了，一定要先数几颗，丢几个是不是啊？目光一直被穿橘色衣服，那肯定是的，他超可爱的，是小超 Q。5块加500根猫毛左右，可能差不多吧。是被角色附身的，没有关系，主角是主角。探吉怎么不见了？探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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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见了。唱夕阳那边我还身高80，对啊，有人发现吗？夕阳的时候，探吉。怎么那么酸呢？哎呦！
那天睡午觉应该是。阿姐，我没有机会穿那件橘色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哎、欸，那個、他们制服真的超级可爱、欸，他们制服真的超可爱，真的超可爱。因为喜欢你的制服真的超级好看的。赞哦，博成。这次演唱会发型是三周年后的蝴蝶裙吗？就跟三周年一样的蝴蝶裙啊，说得好。阿姐新家是不是比旧家大很多？没有大很多啦，但是比较大。你发现了？我知道啊，瑞。谢谢那件也是不错，可爱，是蛮可爱的，可是。他们的制服真的是有够可爱，虽然很坏，但这身高差的确很适合霸凌。而且那个好像是我在小白前几天才想到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？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鞋子加那个袜子就是很可爱耶，那么他们的鞋子蛮好看的。我穿企鹅装，然后屁屁更可爱。企鹅是真的蛮可爱，企鹅派的是不是？企鹅是很特别啦。阿三没有一起到新疆吗？有啊，阿三有啊。大概比旧家大 2.14 倍，有吗？我也不确定。好看，好看，鞋子很高，但很好看啊。你说鞋子很不好跳，应该是细的吧？细的又很高，一定不好跳。大几瓶我不知道，但是比较大的。买一双那个，因为喜欢你 ，Daisy 他们的制服。狗狗借我穿一下，狗狗太瘦了，我感觉我穿不下。可是它很高，蚌壳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突然是蚌壳的人？是要转另一边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要用。我看不到你这招，我那又要用，我用过吗？而且其实他本来就是会看我的，就是他本来是先看小晴，然后再转过来看我这样。但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讲他，我们一开始就是互看而已。为什么不买纯灰白？因为烟灰很好看的啊，而且好像是国外的颜色。诗雅的反应是真实的哦，没有啦，我们彩排那几次我都是这样子的，只是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是没有这样的，我是就是之后彩排我才想到是可以这样做。梦之河，对啊，其实梦之河大家真的都超漂亮的。导演把我们拍得很赞赞，什么烟灰？那一双颜色是烟灰啊。本来就站在，史上最唯美，真的。
没有史上最美啊，但就是真的很美，像是我们可以没有最美，只有更美的，没有最棒，只有更棒耶。越来越会玩感是吗？导演厉害，苏顺赞赞，可惜没有重现 TFS 我阿布想踢施雅那一幕。你说跳 TTP 的时候吗？就当我们是同一双，差不多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。美美的可迪，镜头转移施雅变装。经过我的头之后，她就变成小公主了，她就变成公主，诗雅公主了。谢谢 Cody。我的头是特效开关，笑死，好好笑。原来是我让西雅变公主不好吗？啊？我今天到三点快了，55分念55念排名。兄妹鞋，没错，我们是兄妹鞋。好，谢思琪。拜拜伯承，我的头有没有让自己变公主的开关？显然是没有的。选买了不选了，买起来买起来。虽然你迟到了，但好久没这样静静的看阿姐直播了。有吗？一个迟到一下是没有关系的啦、啊。谢伯承。那个小时也没关系，阿姐还在吃鸡块，我到现在都还可以再吃鸡块哦。心情不好就要填满购物车，然后如果不是刷自己的会更好，心情就大好特好，完美完美的心情。还没出，还有一块，我还有一块鸡块，无限的鸡块。没事啦，慢慢吃嘛，细嚼慢咽。谢奶奶。无限宝石。无限宝石。可以敲门，你妈去找你妈妈，快点，瑞妈，瑞妈。鸡块就是要一口塞才好吃，这样太快就没了，大姐。施雅演唱会太忙，好想多看点六人大合照，还有小林。对啊 ，OK， 我们真的有一直在讲说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拍远征，一定要拍远征，因为忙到最后，
换完衣服，怎么就要上台了？怎么就要上场了？Hello。然后我们一直在说，好吧，那就退了球几次，我们结束再排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螺丝的鸡块都超烫，很难一口塞。不会啊，你像我放一个小时就会凉咯，口底。是安排全部围圈，自己忙到没时间，没办法啦，真的没办法。主角就是很忙，真的辛苦了辛苦了，毕竟他跳那么多首歌，脑袋跟身体一定都很累。而且还有不止舞啊，像一些上下台或是一些曲序或是。该注意的地方，一定很多事情要注意。换装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妆发对啊。细瑞瑞 ，Only Today， 对对对，我知道，唯一没有的。有心想拍，我们都很有心，可是。可能就这样之后了吧，之后我们真的有空会再拍的。体力意外的好，有训练有训练。拉姐想要进法片那里才是最让西雅窝心的吧？是吗？是一个小想法而已。虽然哦，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实现，真的是很棒，但真的见不到，真的找不到。也很谢谢他愿意帮我找。他有跟夏两人家都没看我们两个单独拍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吗？偷砍我！你偷砍我 ！My God！ 他一直说我这样超级卡哇伊，什么？什么超级卡哇伊？偷看，笑死小姨！偷看我，耶！人家忙成这样，哎，我又不是当天在跟他借，我前几天跟他借的好不好？我又不是当天在那边借发片，白痴哦！不像会做的事。鸭香饭，鸭香堡，化解我们的心结。八点排名了，念一个半。大波继续忙，大家辛苦了。明天就放假了，今天礼拜五，大家。够够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还有两期，哈哈。念排名喽。决定要放下。排名，你只想念我，好，好的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冤 life， 谢谢冤 life， 耶、yeah。第九名是空白，谢空白。第八名是安刷卡拉卡是拉卡，谢谢卡拉基，卡拉基，好久没看到人。第七名是奶奶，谢奶奶。第六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五名是博成，谢博成。
第四名是钟莹，谢谢钟莹。第三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二名是玉人，谢谢玉人。第一名是 Connie 领取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 Connie。谢科迪，哇！谢谢今天大家陪我直播，陪我聊天，看我直播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啦！无限鸡块，辛苦了，奶奶，今天礼拜五，加油，要放假了，可以出去玩了，可以做点开心的事，想你们，奶奶，下礼拜二啊，你没有假，是吗？好啦好啦，辛苦了，奶奶。没有六，礼拜二跟礼拜四。好，奶奶。奶奶原来，奶奶换掌声，头猫。没有七。奶奶陈，奶奶阿北，奶奶钟莹，奶奶阿翔，奶奶阿凯，奶奶郭兆卫，奶奶柠檬，奶奶没有八雨人，奶奶朱丽儿，奶奶阿龟，奶奶寇，奶奶寇迪，奶奶瑞瑞，没事，奶奶大姐，奶奶玉人，奶奶思琪，奶奶竹文，奶奶安安，奶奶奶奶，奶奶奶奶，奶奶奶奶，奶奶翠翠，奶奶静，奶奶乔日红，奶奶瑞瑞，奶奶依依。阿姐要拔了，奶奶小姨。